2000元刮刮乐大奖超吸睛，民众过年买刮刮乐是受气，却抱怨买到这张乌龙刮刮乐。 就是这张刮刮乐，仔细看，左上角的 QR code 已经被刮开，本来想冲回彩券行理论，但一刷中奖5000元，拿到另外一家彩券行想兑奖，被告知这张已经换过了，让陈先生超傻眼。他们家可以求这里求一种组织而已。那家店家说你的5000有给你了呢？ 被指控搞乌龙的彩券行就是这一家，陈先生表示当时买了3张共花了6000块，带回家刮发现有问题，甚至中奖的还被兑奖了。但店家澄清，当天有人中奖5000元，不但给了钱，刮刮乐也被拿走。我们的钱已经拿给他了，我们不可能卖过了还卖给你。 两边各说各话，到底谁刮开，又到底是谁拿到钱，变成罗生门。没想到玩刮刮乐，民众玩到一肚子气，而店家否认卖刮过的刮刮乐，口气超无奈，台才表示还要厘清买刮刮乐结账前看清楚，仔细检查才不会损害权益。记者刘世志高雄报道。 里面呢，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而且呢没有污染。儿童、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。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？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。